啊，有教育啊，啊，咱这是进入第十年，啊，伫咱今年新历的四月初十一天，啊，咱去按六点，咱席开将近500桌以上，我们要来庆祝一年一度咱的地下公司，啊，希望欢迎大家第三月二五一天早起八点，伫咱罗龙镇公所开始订桌。啊，咱甲咱所其他的乡镇无共款的是，咱罗东的食拜拜是由咱所有咱罗东镇有名的咱的餐厅来办着进烹牌的餐桌啊，来欢迎大家。啊，嘛希望各位咱的乡亲是大，第三月二五一天开始，来罗东镇公所八点开始伫订桌，啊，一桌咱原则上3000块。啊，公所补助500块，啊，所以每一个咱的这乡亲是多，一桌是2500块，啊，所以希望大家搁做来吃拜拜，迎老人。啊，四月七日，迄天咱的地下公司，咱的这个以咱由咱的地下公，咱的电缆工，咱的地下工带队，啊，咱所有咱劳动力，咱吉兰关所有咱这顶头家丁来做伙来表演，来绕境，来祈求保庇咱所有劳动力的咱这乡亲子弟，大家平安顺心。啊，希望迄天大家来烧酒来看老人。啊，四月七日迄天烧酒来食拜拜。啊，欢迎大家！啊，希望讲啊，咱的这个桌次能够让大家能够满意。啊，伫遮欢迎大家！啊，因为迄个迄几天四月七日都多四天的连假啊，所以希望咱大家欢迎咱遮乡亲时段做回来食拜拜，迎老人，欢迎大家！啊嘛，希望底下讲保庇咱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感谢恁大家，谢谢大家，谢谢。乡亲。